这两口子过的真好。怎么这胡哥今天不爱说话呢？你看买那么肉就不爱说话了。我瞅你俩就来气。切成筷子那么粗的肉就行啊，好好。你要做啥呀？你要让人切那么厚？你好看呗。虎了个嗷的。今天晚上做个狗狗肉。家人们又不高兴了，老虎，为啥呢？你看这里面还有一大块肉呢。哎呀，拍一下是不是为了更有弹性，胡哥？对，我又按摩，就跟人似的，欠拍。对，谁叫浩哥？然后我们做的这个锅包肉啊，准备点配菜啊，胡萝卜丝、葱丝，还有香菜，还有那个姜啊。我们先给那个锅包肉啊调一个汤汁啊，番茄酱我们用的是，也可以用橙汁，反正随便。那个肉比较多，所以多放点番茄。嗯，再放了一点糖啊，够了吧？哥，它多少肉呢？你这非得吃糖尿病？白醋，少许精盐。来吧，老胡家产的忘情水。哎呀，家人们，我们再来一个盐爆花生米啊！这哥俩没吃够。哎，我们把肉拌一拌啊，撒入那适量的淀粉，用按摩，撒入适量的水啊，撒入点油啊，为了它下锅不粘连，而且为了它脆，颜色还好。豆油啊，锅里是什么油？锅里是色拉油啊，我们加点豆油的，我们加点大豆油的啊，炸出来的颜色呀更好。六成油温啊，家人们下锅炸。家人们啊，那肉下里啊，别那个不用动它啊，等它定型了之后啊，然后你再扒拉它，自然而然就开了，粘一起也无所谓。家人们，我们第一锅炸好了啊，然后我们再炸第二锅。来，胡哥，挺到位啊。大火啊，复炸一下。脆的，也就是十多秒吧。下入底料，炒一炒。我们调好的汁儿啊，倒了一大碗，太多了，又多呀。汤汁儿啊，浓稠度啊都这个样，然后我们下入肉啊，汤儿多的胡哥，欺负人呢。你跟你能耐的，马龙大爷，饭呀胡哥。开饭了啊，家人们！来呀，来，哎，来两句敬酒词儿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八零后话匣子，我是老虎，我是小雨，我叫大浩。今天呢，我们虎大厨啊，给啊家人们安排一个锅包肉啊，然后还有一个盐爆花生米是大浩做的啊，一会儿我们尝一尝到底怎么样。三个大老爷们儿做个女子菜。确实它量大，哎呀，快动！咱这量一天就消费了，废物啊！锅包肉拿大铁盘子上，很不错啊。我个人手艺越来越好，那做少点比较还好吃点。那要你嫩，我这花生米你尝。你看我这花生米也一绝，牛逼，放盐了啊！盐爆花生米，耍花生米，来，后面来点辣椒来。这辣椒太辣，这辣椒我受不了。来吧，不许留点啊！我谢谢你，不用留来，少点吃，小雨还惦着呢。你看，等，你俩把香菜都给我打上了。香菜是好东西，拿香菜包的肉呗。嗯，胡子，香菜有什么功效？傻子，
往里咬一块，又挑一块。你要小吗？你心是真大一天。说的碗里垫到盆里啊，说的没毛病，说的就是这种人。对，干啥往碗里加这些？你看谁来了？小虎来了，让老铁们看看。哎呀，老虎，老虎的弟弟小虎来了啊，带俩媳妇呢，哎，一人一块啊。哎，这是我们附近的头。来，二媳妇。这大媳妇儿非常有排面，俩媳妇儿比他哥强。哎呀，还进来了，还进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，拿个典型拿自己不当外人啊！小虎，小虎，哎，光顾吃的了，哎，头不抬眼不睁的。你看啊，老铁们上眼啊，小雨要给大家来一个绝活。啊，怎么的？把我什么绝活？把碗吊起来，吊的那个，这酒倒太满了，我洗一洗。你这个是不是跟人干喂狗前跟狗学的啊？对。这吃点饭的时候，你吃的都真不饿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你在那儿？你就不想在家吃呢？你干嘛呢？你就不想在家吃？买又买的。吃完了哈，把皮直接都扔了。就不想在家吃，放出来吗？不讲究。泡个面，我带你去洗澡去，不带，太难了。洗澡啊？洗澡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说你不能花钱请我上洗浴中心吗？哎呀，现在洗澡还没有地方呢，你俩就到辽河边儿呢。现在都没有，现在基本都该开发都开发完事儿。咱小前那洗澡地方有点是。咱洗澡有点有点是。我记得我在那个火车道底下洗过，就是咱那，就是。再南边啊，白庙子那边叫大梁那边，也是臭沟呗，就是大坑、大肥坑。它就是像是那个河似的，像是桥似的，那玩意叫水桥。嗯，上面有火车道。真碰到过那个是什么玩意儿？那是水蛭啊，还是蚂蟥？往右里边转，往里边转，完了还不好拔，不能拽，一拽折了。嗯，打。那个叫什么？那谁叫水蛭还是蚂蟥？我也不知道。蚂蟥，那个叫蚂蟥。啊，嗯。还有蛇，小有蛇，蛇有点是，那时候蛇有点是。咱小前净洗野澡，其实挺危险。现在那小孩根本就没有去，没有啊，杀蛤蟆、钓蛤蟆、抓蟆。你俩会不会钓蛤蟆？会，拿那个芦苇钓呗。你们啥都会，咋钓你知道吗？我们小孩是拿有皮，但有拿钉，但我们拿有皮，拿啥都能钓，但有个前提，你得晃，蛤蟆你不动，蛤蟆不咬。他看不到，哎，他固定的他看不到，哎，他只能看到活动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大佬，哎，如果老铁们小前玩过什么，敬请给我们留言啊！这四个咱们的年龄段的，三片你们谁也三不过我，告诉你，还留蛋儿，和尿泥，我太难了。